就越来越漂亮了，这个就15000，你看到价钱在那里的，就首先金很重，钻石也很多，这个钻石还是 white sapphire 白宝，还是都是钻石，都是钻石啊，这些高档的通通钻石的，对啊，15000，15000，这个你可以看到实实在在，其实珠宝是很实在的，你不能说，不可能说这个1500的肯定是15000的，是不是？因为你算金算钻石算这个材料，嗯，这个14000，14000，14000，5200，5200，5500，5500，5500，金也重，宝贝也厚，8800，8800，哇，很冰啊，完全没结构，还能打开的。3900，3900，实实在在的，这么漂亮，3900。5200，5200，5200，哇，很厚重，12000，12000。如果有时候大家我播的比较快，想看细图或者怎么样，就再跟我联系了。嗯，4800，我记得好多年前我就卖的，挺便宜。我当时10年前，很多客人都有一个 ，OK， 这是10年的东西贵了多少？所以买什么都不如买珠宝。你想想，你在你买的鞋子、衣服，每个阶段你要清理一下丢掉，可是你珠宝你会丢掉的，不可能丢掉珠宝，只有留下的就是珠宝，所以就是，那这款我很多客人都有一个的，那时候，价钱反正就比这里，比现在是便宜，差不多，是以前的6-7成的，可是现在材料的涨，什么都涨，所以就是对，10年前对啊，所以就是。什么东西就算是贵还是今天买比明天买好，这是永远都在涨的，因为材料的问题你没办法那个，你看这个也是7000，7000啊，这个也是两用款，嗯，可以吊嘴跟戒指两用，早买早好，早买早好，哎，看到俺们早9900，9900，5500，5500，5500，6000，就是我昨天自己来最开心，就是。我上次买那点料，就是哎呀，现在涨价了，就是没有货，在玉器界找不到。K 姐看中那一条是4000多万 ，K 姐在我们在香港珠宝展，K 姐就看中一条4000多万的港币。OK， 我们那赶紧看看，就赶紧走，赶紧走。OK， 所以珠宝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。什么？就是我们就根据自己能力买到什么，是不是？就是反正能力买到什么，要越早买越好。所以大家就是，看心动不如行动，就是看喜欢了，今天买比明天买肯定好的东西，只有越来越贵。你大家看到，这次我都很 surprise， 这次回来，因为我平常不买银的，不买银很久，就这次陪一位朋友去看银，连银都贵了50%啊！对呀，啊，就是。因为离开这个市场，可是所以我们还有很多银手镯也要上街了，对呀，都是上街了，简直不敢相信了，所以大家，找
早上吃早好 ，OK， 对对对，就是好像这个真的，我起码有几个客人有的，早买早拥有，早买早好 ，OK， 再买越迟买肯定越贵的，这个是，百物膨胀，现在就是连银都涨了那么多，我简直不敢相信了，真的涨很多。我昨天还说，你是不是骗我？怎么这么贵啊？因为之前买这么，我太太在，真的升了这么多啊。剩了75%啊 ，OK， 对对，以前是这样子，以前一起买咁样，我跟我的助理讲啊，就现在是这样子一克，我还说你是不是骗我？不是，他说小姐你去看看银的市场，因为我没有买银很久了，所以就是什么东西都在涨 ，OK， 所以大家早上吃早好，谢谢大家，感谢大家的收看 ，OK， 然后对，喜欢的马上留下来了。